吕良伟出席亿万富婆生日宴，年轻如小伙，与甄子丹同框，状态不输。近日，吕良伟妻子杨小娟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与老公一同现身张玉山生日宴的照片，甄子丹也现身其中。当天，杨小娟身穿小香风套装，一头秀发披散在两肩，举手投足间都彰显着优雅。吕良伟则身穿黑色西服，脚踩休闲鞋，双手插兜站在妻子的身旁。已经66岁的他头发乌黑，岁月几乎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丝毫痕迹，状态还宛如小伙子一般，精神饱满。值得注意的是，甄子丹此次也携妻子现身宴会。他身穿粉色西装内搭黑色打底衫，常年习武的他身材健硕，与好友吕良伟同框，状态丝毫不输。汪诗诗则身穿黑色长裙，对着镜头展露标志性笑容，戴着精致的耳环，想必此次是精心打扮了一番。